箴言第三十章一节，亚基的子阿哥尼的话，就是箴言。一个人对伊铁甲乌家讲：“我比正人较准笨，也无人的聪明。我无学习智慧，也毋捌智性者。是虾米人上天阁落来？”是甚麽人聚集风伫手中心？是甚麽人包水伫衫内？甚麽人立定地的四格？伊的名叫甚麽？伊的子名叫甚麽？你知吗？我知，神的话，逐句拢是过锻炼的。既然我靠伊的，伊就做因的盾牌。伊的话，你毋通加听，惊了伊就避你。你就显明是讲白贼的。七仔，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的代先，唔通无赐予我。求你予虚假甲白贼离开我远远，予我也无善香，也无好业，赐予我使用的食物，惊了我巴结，唔认你。讲亚华是虾米人啊？佮惊了我善香。就偷摕，你到亵渎我的神的名。十节，你唔通对主人来诽谤罗伯，惊了伊就诅你，你就算作有罪。十一节，有一派的人就诅老爸，也无甲老母祝福；有一派的人家己看作清气，总是无洗去家己的污秽；有一派的人。目睭头尽在悬，目睭皮也剃光光。有一派人牙亲像剑，齿亲像刀，要吞灭地面上困苦的人，甲世间的善良人。十五节，我起有两个查某囝，常常讲：“服我，服我。”有三项无知足的，连无讲到义的，共有四项，就是阴间。甲石胎浸水无够的地，甲火十七节，喜人老爸看轻唔听长老母的话，伊的目睭要予山谷中的乌鸦啄出来，予鹰仔仔所食。十八节，我所想袂出的奇妙有三项，连我所唔知影的共有四项，就是鹰鸟伫空中飞的路，蛇伫半石顶踅的路。船伫海中行的路，男甲女交合的路，淫妇的路也是安尼。伊食了将嘴一切，就讲我无惊歹。二站，予地震动的有三项，连地担当袂起的共有四项，就是罗卜做王，戆人食饱，无人用的女子出嫁，女被煞接珠宝。二四站。地面上有四项美食的物，总是真聪明。狗也是无力的种类，总是伫热天的时，伊比美牛。三番是软只的种类，总是伫搬石中起厝。草莓无君王，总是拢会分队出去。神灯的用手牵壁，总是踮伫王宫。二九站。无惊威风的有三项，连惊胆威风的共有四项，就是赛是霸秀中第一名列，要为着白米来相比。那狗甲山羊，甲无人会抵敌的君王。三十二节，你若自个戆戆做，还是存歹念头，就得用手黄嘴，拍牛铃会正做灵油。拍到鼻会出血，亲像安尼，激上去会起三针。